在非洲烤羊需要什么啊？一根棍儿啊，一只羊，看到没？再加上一堆火啊，再加上一堆火，一会儿你们看一下是怎么烤的啊，跟咱国内是不一样的。往上捅一捅。麦迪，麦迪 ，good， good， yeah。羊已经烤上了，一会儿开整，看到没？他们这边烤羊就是这个样子的。第二只羊也开始整上了啊，已经来了很多朋友了，这只羊快整熟了。今天麦迪属实辛苦了啊，又弄了一只，然后这里都弄得差不多了啊，摆着呢。今天是到位了，这个羊油。羊油还是羊啥扔了，太美了，也烤上了啊，扎不进去了，但是那个不快了，看这个就这样子整，美的。麦迪今天是辛苦了，再转转圈啊，把这些没烤到的地方再烤一烤。这个羊尾巴好像是先熟了啊，哎，我助理先尝一下子。好多帅哥啊，好多帅哥，乌里呀、啊、麦迪呀、啊、都有的。给大姐来一份。他们这些不知道又搬些树枝是干啥的。啊、哦，要封肉呢，垫点树叶子啊。哎呦，烫的拿不下来。咦、哎，聪明，直接一嘎下来了。太简单了，哎哎，这刀就快。This good, this knife too much good. Yeah, me buy first. 哒啦咔嚓。一人分吃一块儿、嗯、搞一口。这个这个意思 no me no 又一这个又一次 OK 请我吃呢，我说我不吃。我大姐也吃上了啊，你看那，你看那羊油，我去哗哗往下滴啊，这羊肥得很啊，看看，女士吃的还是温柔一点啊，温柔一点。这边也好了啊，开吃了。耶、yeah ！砍肉呢啊，这是个羊排骨。吃的差不多了啊，都搞完了，看看啊，羊腿周围人很多啊，今天这个格鲁呀这些人都在啊，很多很多人了啊，很好的。老板，哎呀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感谢小对小强这么多年的支持，谢谢大家，真的特别特别感谢啊！当然是老板啊！今天我们庆祝圆满结束啊，好多好多人，看一下，人多得很，感谢，感谢大哥，大哥，感谢，感谢老铁，老铁，谢谢你们，我强仔也谢谢你们啊，感谢。感谢非洲朋友，感谢啊，鼓打鼓打 ，OK OK OK， 好了好了好了啊，今天人挺多啊，一大堆人呢啊，都很开心，每个人都很开心啊，散伙了散伙了。